红爹妈家的辣椒已经卖了好几波了，它这个辣椒跟我们的品种不一样，我们那个号品种摘的昨天比较少，红爹妈摘的那个是她在集市上买的苗，看这个颜色更深一些，这个皮相对来说比我们那种香盐的要厚一些。但我们家的普遍是这样的，黄色偏黄，这种皮会薄一些。红爹妈家的是看偏深，它这个硬一些，我们这个没有它这么压秤，比较嫩，但它也是有辣度的。不过有江西人买过我们家那个辣椒，他说一点都不辣，然后广东的本地人买我们辣椒说辣的又吃不了，所以这个辣度就根据个人的能吃辣的情况都不一样。我是觉得这个牛角辣椒我们家的是微辣，然后那个现浇法比它会稍微辣一点，童年妈家的这个品种它会更辣一些，但它的皮会稍微厚一些。我刚直接吃了个生的，肉感还可以，就是皮子稍微会厚一点点。这种颜色在我们本地的话不如我们家那种嫩黄色的好卖，大家会觉得这个皮子比较厚，辣度是可以，能吃辣的人应该会比较喜欢这个辣椒。啊，现在怎么工资里就涨得火呀？我讲过天气不管它会黄的，你黄到外面的话就把窗开好了。2块钱，3块。刚才我约你来看。我一般本地人都喜欢。之前有个江西的朋友没往里拿的，他叫你这给我拿。4块2，4块钱，4块钱。我怎么没搞我的钱？没搞我的钱呢？那边呢？那边是今天我的五月份的。我这个都是十方的小朋友，本地的嘛，我长得高，挺贵的。一天可以卖100斤，卖的便宜，真的是划算的。再有一，人家还没过钱啊。嗯。1块2多少钱？爷爷，我爷还要软的话，进去换完黄的还行。5块钱。够了，老板包场了。买的多稍微便宜一点，一个餐厅要的。哎，那个海鲜老板有点辣子，俺就是，俺就是老大点的哦。儿子高哈。6斤2两，给老板留的，没了，辣椒卖完了，卖完了。它清理里面都是吧，把粉丝的老品种它里面哦，对的蛮好的，养生好啊。哦，对对，跳舞现在万一那个咱第一关的话，咱今年不大舒服，没搞哦。2块9，为啥都不加价过？
今天有好几个大姐是过来回购的，她自己可能不太喜欢吃西红柿，但他们家小孙子小孙女特别喜欢吃西红柿，当那个小朋友说西红柿特别好吃，其实不太吃西红柿的，但是我们家西红柿他说很喜欢吃，爱上了吃饭，爱上了西红柿。一般如果是自家种的自然熟的西红柿其实都还蛮好吃的，它有蔬菜原本的味道，如果是轻轻的给它放红的，那味道就要流失很多，还有就是买回去的新鲜蔬菜放的时间久了它也会流失它的味道，特别是刚摘出来的它味道会更香一些，更浓郁一些。对，自然熟的是不怀吗？是不怀的，是嗯，味道可以，就是不乖。面整的碗面，它冲起来，全在整的盆子里面也很乖。那我去采访还行。嗯。好，可以。好几个小朋友都喜欢吃那个饺子。剩一点西红柿，便宜卖了，便宜卖了。现在准备收摊了，我们要回家发货了。继续去打包，老爸还在摘菜呢。继续发货，继续发货。今天的小西红柿装完了，没多少。现在小西红柿单子等下次摘了再发。小西红柿换包装了，是这样的包装了，只能这样一个一个卡在里面，它才不会坏。那些鸟儿们真会吃，把我们的粉色柿子捉了好多。他们。捡那个粉色的吃的，因为那个粉色特别薄，它的酸度稍微低一些，但是我们这个粉色没法寄哈，寄不了，去年我们寄过全坏了，它太软了，皮很薄，那个只能咱们在本地卖一卖，而且其实它的品相不好看的，外面很多裂口，也很多斑斑点点的，它就是口感好吃。这外面就这样千沟万壑的，这个裂了好多道口，但是它很好吃，会吃啊！就是上次给周边的长沙的一个朋友给他寄了一单，他应该收到了没坏，这只能周边城市寄一寄，太远了寄不了，它太容易坏了。我们平时出摊的时候，从这里搬过去，等我再出摊的时候把它摆出来，我发现它都有坏的，太软了这个。啊，经过干了好几抓的，然后爬虫爬的人麻不着。这个青西红柿在明天出摊卖的。我们这儿有些人喜欢吃青的，它是没有成熟的西红柿，成熟了就是红的，这是没有成熟的，不能生吃啊。小西红柿是这样的包装，这样的包装，李子包装，因为没有特制的小西红柿的包装，所以用这个李子包装。朋友们收货的时候注意一下，顺丰快递，李子包装盒，实际上里面是小西红柿。今天的小西红柿。发了，只够发四箱的，已经按顺序发货了，还剩一点小西红柿，大家要稍等一下，等下次我们摘了之后再继续发。每天就这么点量，加上之前其实下雨，菜很多，产量不如往年了。又要下雨了，好凉快啊！早上都好热，这会儿又好凉快了，吹着风好凉快。还晴空万里，灰热，这会儿又下暴雨，天哪，那都看不清了，好吓人呀，好棒，不怕，这个看不见，按这个指标，飞起来了呀，哇，这水太大了，不能开太快，它会飘的车。